我会按中文的。嗯，可以可以。按中文，调试画面，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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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。嗯，然后叫要加纸卡的下纸卡的话，按这个。不下的话，先开四级的话，先就这样子，嗯，那个直接开机就行了。嗯嗯。然后这个穿模的时候按这个，你看，按这个这个这个穿模这里打开，这里打开。要不然转不住的。啊，这个，行，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嗯，你按一下。就是说这个先点动一下。啊。点动一下，把它分开。啊。分开这样子，嘴巴张开了，然后上膜打开，然后 PVC 才能从那边再穿过来。啊，OK OK。嗯。好，现在开始穿膜，穿。更难穿。哎。放是这个方向。嗯。那个这个这个是这个样子，你看，这一打开是开关，开关这个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我拍一下啊。关掉。嗯。来。我们这样子它也是开关。哦，它自动的哈。自动，这个是自动的，关掉这边都是关掉了，就放掉，看这样子。拉过来。然后这样子。那个这样子不好弄的话，把这个关掉先啊。嗯。放过来，是吧？嗯。这个穿过来，跑到这里。等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子。你再拍一下，再拉它，再试一下。这样。嗯。OK， 嗯。嗯。然后再开这个开始了，这样子，然后调一下。嗯。是吧？好。然后这些位置放到这个夹子里面，夹住。哪个？因为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嗯，要两边差不多，两边放的差不多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差不多，两边差不多，这样两边差不多，两边差不多，然后把这个上膜再关掉，这个上膜，这样子关掉，嗯，对吧？这个先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说说。上膜开关你试一下，嗯，这也是一样的，哎，这个也有，这个关掉的话，这是按这个还都是开的，这边随便哪个是关掉，这开关都是按这边都是开掉的，哦，哎，关掉现在是这样子关起来，嗯，开起来了，哦，轻盈开，嗯。气，这里有那个编号的，这里，嗯嗯，这里有个编号啊，对，嗯，有个编号，以后放在位置都放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子卸，都一直，哦，一直他做一下记号啊，都放在这个位置就好了，他，嗯，做一下记号的话这样子，哦，然后气放了好了，就这个气打进去，再开。打进去再开，按进去收掉就可以发动，那一打开打不动啊，好，你要这样就这样，不是那个吧，啊，那个你给那个去，你要日子开机是吧，就能天天拿钻的那里是吧，一百正二十五呢，二十五
看那都那肯定吃那个，薄的薄的吃了。嗯。现在就是预热了啊。